来啊，帅到一个不行啊。我们上次啊，哇，这种感觉就很像参加婚礼，有没有？我们刚刚已经入场，已经是穿这样，这是我们第二套礼服了。啊，怎么没有拿那个玫瑰花？等一下会送些喜糖。对啊，或者是棉花糖。最后一趟再送客。OK OK OK， 弟兄哦。啊。好啦，你们在要不要先跟大家聊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歌？还是你们要直接就来了？大家有看过 A B C 的 MV 吗？有吗？那我们就现场唱给大家听。好，那但是我们要先聊一下，在这个专辑当中啊，除了有。我先唱吗？哦、，sorry， 好，直接先唱了啦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丑二，拜拜。掌声鼓励，自由发挥 ，A B C。Baby.